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oin this webinar.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Aynur Kadir. I am an Indigenous Uyghur scholar, filmmaker, and a curator with a research focus on documentation,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 and language. I want to do land acknowledgement first before we star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hysically located on the traditional ancestral unceded territory of Musqueam people. This land is situated on, has always been a place of learning for the Musqueam, who for millennia have passed on their culture, history, and traditi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Also, where I am right now in downtown Vancouver area is traditional ancestral unceded territory of Tsleil-Waututh and Squamish people. And I am very grateful to be able to work and live here. I'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today's event featuring Director Laha. It is part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Culture Transpacific Connection, which is hosted by UBC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and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Culture, Republic of China. I also want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Taiwan Film and Audiovisual Institute and the Taiwan Cinema Toolkit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for our screening. I 拍剧情片为主，然后纪录片其实在电视台的时候就拍一些人物的报道。那正式开始我拍纪录片的长片，其实也是在拍剧情片之后。那我记得就是比较有趣的是，每次就是拍完剧情片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哇，就是说这个剧情片这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对，那。我都会把它当作一个称赞啦，因为就是那表示这剧情片里面的人很真实。那其实不管剧情或纪录片，其实我自己会希望那个真实感是够的。然后那纪录片的话，其实纪录片的题材跟就是找剧情片的题材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题材就是我比较不会是今天我想拍什么东西，然后我去找那个题材。那通常都是譬如说我对身边，就是已经在我身边的人或是事情，尤其是人嘛，我对这个人或是说对譬如说对这个地方，对我身边的我想熟悉的事物有兴趣，我才会去拍那个对象。对，然后那剧情片的话，我会先想好我想拍什么主题，然后我会去建构个故事。应该说纪录片应该是题材来找上我这样子。对，就是中文片名是只要我长大，那其实大家也看到嘛，里面的小朋友就是有很多的无奈，然后因为也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写完剧本就想说好，那就简单的名字就是只要我长大，因为只要我长大可能以后我能改变这些事情。然后当然正常就是中文完之后你都要取一个英文的片名，可是就会觉得难得有就是泰雅族的电影，那当然需要有泰雅族的那个 title，然后叫 Loga Lagi， Loga 就是Loga 就是我们泰雅语 Loga 它可以是打造，就是它有一种应该怎么就是很它就是比如我们碰到或者我们离开都会说 Loga Loga， 就是那种加油加油哈，要好哦这样子，见面也会说 Loga。 对，然后 Lai 就是小孩子，所以 Loga Lai 有一种就是那种孩子们就是加油，孩子们未来会更好的感觉。然后其实英文不是我取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想说因为开始送国外的影展，因为国外影展会不知道 Loga Lagi 是什么，所以还是要得要一个英文的名字。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他们在取的时候，因为我好像我没有在台湾，对，然后我看他们，然后我就是从国外再去别的影展的时候，哎，我才发现我的英文是 Hanging Leg Piece， 然后应该是从我的主语翻过去的，对，就是那种加油啊，孩子，孩子们什么，就是鼓励的那种感觉。因为每次大家看到我们 原住民都会觉得、哦、好像要怎么帮助我们，就是想要用这种形象定义，所以我就想说，因为小孩子嘛，那我觉得小孩子是因为他们知，因为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你们这样看我们，那因为我想要卖东西，所以我就是用了这个，用了这个其实应该讲说我们觉得好像不舒服的方式，我觉得也有一种自我解嘲，就是那种 反用这种去去反，就是反击大人，然后顺便卖到我的水，所以不是说他们肯定哦我们就是这个形象，因为他们觉得，我觉得他们觉得好笑，他们觉得说好啊，那既然你们这样想呢，我们就这样做，对，我觉得是一种自我解嘲。就是其实酗酒以前没有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因为以前我们喝酒就是要自己用小米酿，然后小米什么时候可以酿，那一定是跟着我们的收成。那其实现在刚好这个月份就是我们以前传统泰雅族的一个算是一个丰收季，然后就等于大概八九月收成之后，然后就可以我们就酿了小米酒。那当然以前没事是不能喝酒的嘛，就是你要每天的工作，你只有在庆，就是在整个收成了一年，就像过年一样，哇，大家慰劳大家的辛劳才会喝酒。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酗酒，我觉得那真的很难一言表达啦。我觉得那就是被殖民跟历史的很多很多的背景下，从我们的上一代，因为你有心里有很多的不舒服，那就是原住民的本性比较不会一开始就反抗，可是但积压久了还是会爆发。那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吧，大家不想要面对现在自己的生活，因为就像这些小孩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家人过家的背景，因为小孩子他当然不会喝酒嘛，那大人，那小孩看大人，那他们长大之后，也许他们觉得不开心，可能就用酒去逃避。对，我觉得这个跟很深的历史脉络，对，然后再来一部分是后来我们那个叫台湾的公卖局，应该是就是就是台湾自己有制造酒，就是在现代的很多的商店啦。那但像取酒，你以前还要容易了，以前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一年才能喝一次酒，取酒容易，然后就是很多的不舒服，不知道怎么讲啊，所以就是会用喝酒去逃避，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之前就是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再复制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对，那当然它算是一个刻板印象，并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会酗酒，对，那或是都会喝酒，我碰过真的不会喝酒的原住民，大家喝一点点啤酒就过敏啊，就不行。对，那有酗酒问题，这是事实啦。对，然后我就是想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而且也希望族人啊的那个大人可以看到，对，因为小孩子真的不喜欢大人喝酒。那里面 有一首歌叫 Daddy， 就是在讲对，就是很直接的一个小孩，就是跟孩爸爸说不要每天喝酒的这个歌，他是一个台湾族的乐团的主唱，台湾族是台湾的另外一个族群，对，然后他在大概20年前写的歌曲，因为我听过这首歌，然后他说他爸爸就是一个酒鬼，然后就从他有印象，他爸爸都是在很晕的，就是在那样的状态，然后他自己希望爸爸不要这样，就是他爸爸是酒鬼，可是他还是爱他爸爸，希望他爸爸
保重自己的身体，对，就是发现不管是我们的部落其他的部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只是把现实的问题呈现，而且我自己就是泰雅族的人，那我们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不是要去先什么去要恶意的去先什么东西或是复制刻板印象，对， 我没有复制啊，因为我讲的是一个现在的现象，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It is very true that the stereotype of singing or like good at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drinking a lot is kind of such a common stereotype in so many indigenous community around the world that it's the resemblance are uncanny. And I think you did a really good job telling this story in such a lighthearted way that focused on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ontemporary community bond and their struggle to sort of like showing, humanizing this the struggle and giving a really good context. 我再补充一下，其实刚讲幽默，其实我会觉得幽默感就是我们的天性，所以我不管在拍什么故事，它很沉重或什么，都希望那个幽默感。Hang their kiss 就是只要我长大，对，他是在2014年的时候拍的。然后《漂流遇见你》其实他的会遇到这个拍摄地新喀里多尼亚，就是 New Caledonia， 我是在2012去这个地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要赶，就是只要我长大的剧本，因为我要赶着送优良剧本奖。我就是赶在我要去新喀里多尼亚之前写完了，然后我就去新喀里多尼亚第一次，然后第一次去新喀里多尼亚那时候也是因为被人家邀请拍一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是高雄台湾的，就是高雄美术馆跟当地的七胞文化中心合作，就是然后拍台湾原住民艺术家去那边做策展的交流，就是因为有能那一次，然后才有后来的。然后就是2012年去新喀里多尼亚之后，一去我就很喜欢那边，就觉得我就想要再拍另外一个就是纪录片，就是现在的 Safi Silontong。然后那时候等于是我2013-14年到15年间都有往返，可是我的计划是要带两个音乐人去交流一个月，然后环岛，所以必须做很多的准备，前期都是我一个人在筹划，因为到那里非常贵，因为那里是一个很贵的岛屿，然后我还要带他们去环岛，还要去接洽一些事情，所以真正前面都是一些联系，然后去那边认识一些人，然后等到我的只要我长大是2015年的时候剪接完成，我剪接完之后的好像才那个电影音乐才搭上去，因为里面的那个音乐人保普是只要我长大的配乐，对，所以他就是我们两个要赶在我们去新喀里多尼亚2015年9月新喀里多尼亚之前完成那个音乐，然后我就出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跟我的只要长到后制期的尾巴有点打倒。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里面大家在看只要我长大里面有一个主持人，他说我要去国外旅行嘛，然后他说我在南太平洋录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那就是因为那时候声音那边还在后制，然后需要这个声音，我就从2015年9月我在新喀里多尼亚收的小女孩的声音放在我的电影里面，所以就是他们两个是有搭在时间搭在一起，可是是前后还是有一些，因为纪录片还是要花比较久的时间这样。就刚说到2012年是被人家邀请的，对，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那时候邀请的单位是因为他们看过我的第一部剧情片《不一样月光》，他们想要找原住民导演的视角，对，原住民导演的视角去拍，然后那个时候就
也刚好觉得好像可以去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不要拒绝相遇，因为你也因为真的就会觉得也没有想到 会怎么样，而且对那边的原住民毫无所知，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就是网络上查就是一个什么很浪漫的什么度假岛屿啊等等什么什么 天堂哦之类的，对，然后去了就觉得我不知道，去到我觉得他们除了肤色跟语言不同之外，就觉得怎么还碰到他们的小孩好像碰到我们部落的小孩一样，对啊，就会觉得那个亲切感就是很自然的觉得我们在同一个那个频率上面，对，而且他们笑容真的蛮好看的，对，然后很友善，然后我记得我要拍照嘛，就有时候我想捕捉他们的瞬间，就当然你如果去欧洲你可能会被人家毁掉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很 OK， 就是拍他们比较不用太担心就是被拒绝这样子，都还蛮就是还蛮 open 的啦，就是蛮接受，就是哎你拍我啊然后什么的，然后跟他们的沟通我觉得就是感觉就觉得频率对啦，所以虽然我不会讲法文啊，可是就是比手画脚嘛，就是跟老人或小孩都一样啊，我就觉得好像那沟通不是什么问题，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要就是自己去拍一个台湾原住民音乐人到那边的纪录片，因为那时候到那个岛屿很特别的是一到大家都是雷鬼头，然后就想说这有点怪，南太平洋有这样子的就标政治标记就雷鬼头，然后都听雷鬼，然后每个人就是动不动都有弹吉他，就是一般就是他们，然后大家都玩乐团，对，所以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跟那个就是跟部落很像啊，然后可以做交流，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接纳度很高，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我很容易亲近他们的，对，然后他们对我的回馈是说因为我也很简单就 simple， 所以他们就是很可以跟我就是变成朋友，我跟一个部落的老板娘也蛮好的，对啊，就是他不会讲英文，可是就是我们频率蛮对的，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亲近，嗯，这个第一个开场就是我2012年碰到的应该是第一个卡纳克的朋友，他叫 Bo， 然后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很不好拍他，就是他一直都拒绝我的采访，然后常常约个时间，然后大概四点，然后四点到五点，然后我说那约在哪，因为那边我不熟，他就说约在那个的海边，然后海边太广泛了，我想说是哪里，我想说没关系我就去那海边走去看他到底在哪里等，然后我大概后来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讲，就是不愿意受访，因为他会觉得就是卡纳克人就是原住民，对，我们是一个团体，他很怕他讲的话没办法代表大家，对，他说这个跟西方的思考法国人思考很不一样，很个人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讲法文，可是就感觉我也听不懂，所以他就很自然的表达了他在那个他觉得他们的族人在那个岛屿的处境，对，然后我只是觉得那个访就是我对他就是对他讲话印象深刻嘛，不管是他对肤色或者说他对就是因为他说艺术家不会拒绝任何颜色，对，所以他觉得我们要更我会觉得应该要更多的思考在里头，然后而且他对法国人感觉他觉得法国人他也没有一味觉得他们不好有好有坏，他觉得他们太平洋的族人跟全世界人跟他们一样都有好有坏，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对某个民族你没有去相遇他没有去了解他的时候你就有太多的刻板印象在里头，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他讲的很多都是一针见血，我就觉得而且他很坦然的讲了这些感觉在一个
从别的岛屿来的不同的族群的人的面前去坦白这件事情，所以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对话。然后就是法语跟中文都不是我们的母语，是我的对我自己的旁白讲的，因为会觉得我试着了解他说什么，他试着了解我在说什么，因为他比较可以用的话是法语，他的母语也是可能也不太会讲，然后我也是不会讲母语，然后就会觉得哎，我们用彼此听不懂的语言，法语跟中文，其实他们又不是我们的母语的那个感觉，就会觉得就是很复杂的东西在里头。对，所以我那时候会讲，当时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就在写在旁白里。那个音乐人苏明就说：“哎，我的英文不好。”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因为他们就是都是自己就。”没有带什么助理，就自己来了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保普，他原来他有自己有偷练的英文，可是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啊，因为这边都是讲法文嘛。那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流动吧。然后当然对啊，当然还有一个他们可以玩音乐啊。然后在里面这个电影里面听到的音乐全部都是他们。现场即兴，我听到所有的音乐跟配乐都是他们即兴弹出来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你可以看嘛，你不一定要讲话嘛，你可以看到说哦，原来他们这里的人怎么样。当然有时候交谈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啊，有时候你把眼睛打开，然后把你耳朵打开去感受很多东西，你就而且他们又可以透过音乐去交流，我觉得那个的。能量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强的，对。然后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影片，就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创作者，在我2012年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一颗海绵一样，很想吸收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他们是音乐人，他们应该也有这样的感受，对。只是他们的感受，因为这两个男生比较。慢热一点啦，他们转化成创作的能力的时候都是回到台湾的时候，对，他们可能那时候还在感受回到台湾，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思考，然后也创作了不太一样的音乐，那甚至其实他们到现在都不停的在交流，因为那个里面的乐团的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宿命就是那个音乐人，他在台湾有办一个 Amis Music Festival， 他邀他们过来两次，所以这个都是不断的在认识了之后，透过我的影片，我觉得我的影片最大意义是让我们不是只有我，就是我们其他的音乐人，然后跟他们的音乐人，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台湾，再跟我们的听众们又在做了很多的交流。土地跟原住民其实应该是土地跟人都很亲近吧，对，然后因为我们特别就是我们就是老人家给我们的观念就是有土地才会有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上一辈，那有上辈才会有我们的爸妈嘛，才会有我们，所以我们都是从这个土地生长出来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道理其实是不难懂的。那我觉得我们特别跟土地亲近，就是到了现代这个时代啦，是因为我看我们的老人家他们还是很爱摸土，然后而且我们对于自己要有这个地的这块事情，就是会觉得地没有了，因为地跟人就是黏在一起，地没有了会觉得好像你的那个身份跟地位就我可以没有房子，可是我要有这个地，我要耕种，我要打猎，我要干嘛，都是在我的这一块领域里面。那后来我看到新喀里多尼亚，发现其实也很像，就是大家有看到，就是每一次去我们都会做一个叫做 Kutun 的动作，就是送那个布。 Kutun 就是 Kutun 是法语，对，就是某种习俗吧，对，就是
他们蛮对这件事情，虽然已经到了现代，他们对这件事情很要求，我觉得跟我们的领域的观念很像，就是说就像到我要进到这个人的家之前，我要先做，就是我要先以前他们可能不是用布，用别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就是用布告诉你们说我们是谁，我们可不可以进来，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到每个部落也是，对，我觉得这个算是蛮基本的一个道理。就像我们泰雅族，我们也不喜欢人家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踩到我们的领域，那以前没有经过同意踩到我们领域，第一个我们会觉得会不会是要反抗，要打我们，要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会保护。所以只要看到就是完全没，就是不认识的人，或者说都没有讲，然后以前啦会来，你应该就被我们出草吧，出草就是直接把，然后我不喜欢，就是很不喜欢大家说什么野蛮不野蛮，是你侵犯了土地，你没有讲，那我们为了保护去做了这个出草的动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那当然出草还有更多的意涵在里头。那我的意思是说，对于这个领域的部分是很讲是非常的，在新喀里多尼亚是还蛮维持这个部分，就是你只要这边都做好了，你进来我就非常欢迎你。甚至他们在2014年就是他们法国殖民地嘛，然后那是第一次法国的总统，也就是欧兰，对，是他来到新喀里多尼亚，他一下飞机落地在机场就做库吞，对，嗯，因为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新喀里多尼亚的那个卡纳克人很重要。那我觉得跟我们的那个领域土地的感觉是很像的。就是哦，有一个胖胖头发卷卷的那个音乐人嘛，然后他在应该是幼稚园，然后应该是他那个年的，当他小的时候，学校是没有教这些的。对，其实就像我们一样，在我们这个年代现在没有在教，不要讲了，就是没有，完全不可能教原住民的东西，因为就是说我们文化低等嘛，就不会教。可是这让我想到昨天刚好跟我堂弟，他是做教育的，他说他现在做的是要做原教，就是原住民教育的资源。他说不是只有教原住民，是要扩及到台湾，对，的其他族群都要懂原住民的东西。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到不是只教自己，还要让大家知道。那他们的话也是，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时代不同的在改变了，然后开始教小朋友传统的东西。那对啊，然后这音乐人蛮有热情的，他会教他们就是用竹子嘛，用什么，然后他其实甚至也教了我们啊。对，然后告诉那我们跟着他去竹林的时候，他有特别讲我们绝对不能走在他前面。对，然后这一个小插曲啦，因为我那时候我有点忘记，就是我们那时候我有两个摄影师嘛，就有双机，然后有一机是当地的法国摄影师白人，那时候他好像为了要拍我们正面的镜头，因为我们走在竹林，因为他们特别讲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在他们后面。对，其实这竹子真的是有灵的啦，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去感受到这个，然后那个法国摄影师想拍正面，他真的有绕到我们前面拍，我有点忘记要做这个事情，结果他真的隔天非常不舒服就送医院去了。对，所以就是你看竹子去采竹子这件事情，对，然后就还蛮重要的。然后俗命的话，俗命本来他就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他除了是音乐人，他想传承文化，所以他才在台湾做了算蛮有名的还蛮有规模的阿米斯音乐节，就是 Amis Music Festival。 他不只做音乐，也做不同族群的交流，他有从国外找原住民，然后台湾的原住民。对，他就是他自己就是除了音乐就是想要做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对，所以他当然到了国外看到这个会更有感触。因为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准备，大概大家看到我们在那边吃饭，那个大概其实要在一个月前就开始，或是更早，有人大概三个月前，就是会有不同人来你家里拜访，你就要招待他们，
然后就是而且一定要有山药，山药是他们很重要的传统植物，没有山药是没办法结婚，因为要用山药交换很多东西，他们的传统婚礼很盛大，然后所有家族人都来帮忙，对，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男女就是结婚的过程，就是代表两家的联系，然后所有人一起同心协力完成这个事情，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那刚好也是在我们拍摄我们去那边交流快要结束的后半段，那署名保姆没有参加到婚礼，可是他们有帮忙婚礼的准备，我们在里面就是看到两个台湾原住民，因为他们去那边交流，我们比较没有看到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可是我后来没有取他们的生活，因为生活要有很多的片段去累积，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这个片子也想就是希望可以不同国家的人看，然后就有放了就是比较有那个象征性的仪式在里头，那就是把它做一个结尾，知道说哦，看到这个图腾知道是台湾，然后看到图腾这个知道这个是阿美族。那当然就是就我要讲的也是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就在一个台湾的一个高雄电影节放过这个影片，然后就是有一个研究生吧，他在写我的论文，他长期在看我的电影，可是他很不喜欢我的结尾，对，他会觉得我怎么就是好像不是，他觉得我怎么会用祭典当结尾，他觉得我都是拍很生活的东西，对，然后当然我也会去反思就是这个部分，也许我很想很快让大家看到一些，就是不是台湾，台湾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些，就是会有这样的祭典丰，就是大家讲的丰年祭，像那个保普它是小米丰收祭，然后宿命就是每年它就是海祭，对，两个不同，我只是让大家可以从这里很快速简单的知道。那当然我能够理解他说的，因为我也是很不喜欢马上用一个图就是很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对，那就是因为可能想要让全世界的观众看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影片都是在他们之间的交流嘛，那回来的时候可以看到那种回到家团聚的感觉，而且他们实在，他们事实上他们也很重视这样的很难得有的在现代的一个祭典活动，所以我就把它摆在最后做一个对比这样子。就是第一位原住民女导演的，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对女导演三个字好像有时候我会哦忘记，对对对，我是女导演，就是没有特别会想到说，因为我记得以前朋友都会说哎，你是女性的导演，我说哦哎对哦，那后来就是会有就是台湾第一个原住民的女导演，我觉得那我不介意啦，对，就觉得就是比较很快让大家认识我的方式，我觉得没有问题，只是我不会太有意识的，我也不会去跟他说我是第一位什么，当然我不会自己这样介绍，对，那承担更多责任，那我倒也 还好啊，因为他就是事实啊，然后再过来就是哦，之前就是在访问我的时候就会说哎，你被定义为原住民导演，因为拍电影它毕竟比较还会变比较商业一点，就是比较算商业的那一块，他说那你会不会觉得被设限，我就说我就是原住民导演，为什么你要觉得我被设限，当然我会专门以拍原住民为主，其实我有拍过不是原住民的短片，对，其实只要有我觉得不错的题材我都会拍，那当然电影的话因为很难得才可以拍原住民电影，所以拍电影我题材一定都是原住民。对，然后对啊，因为觉得就是会不会婉拒任何的交流，对，然后觉得都会有很多新的可能性，然后我的片名那个 Suffer Long Tone 就是直译就是Suffer long time 就是 long time no see， 就是好久不见。那 Suffer long time 就是很久很久没见。其实那时候会这样取，就是因为我们要去那边交流，因为很多人，大部分的学者
都相信台湾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对，所以我们会自己去假想，我们可能在五六千年前我们就遇过了，对，然后我们现在我们过来跟他们相遇，所以才会说，才会有一种 好久好久没有见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就用了法文的 surface long tone， 然后就当然像这一次我们在线上，我其实也很开心可以跟就是可以跨到别的国家别的世界，就是去做很多的交流，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有原住民，对，然后常常是我到国外去跟大家可以打开话题的方式，我说我是原住民，他说啊，台湾有原住民，我说对啊，然后台湾还有16族，然后我每次都会拿我祖先很帅的照片出来，对，因为他们就是身材就很好，然后又贴那个纹面，大家就会开始说哦真的啊，然后就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因为好多人真的不知道台湾有原住民，对，所以我觉得是很希望可以去世界去传达这样子，谢谢。I think you really did an amazing job bringing the visibility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both from Taiwa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o the media, and also foregrounding the Indigenous agency and the contemporary life and choice and you know, like hopes and dreams of people that Indigenous people, not just in the museums or in the past, but we are still exist and we're still thriving and we're still dealing with so many different problems.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ard work and all of the current projects that you described, the sci-fi movies and the other documentaries sound very exciting. And I hope we can feature those films in our school in Canada again. And I hope I can go to Taiwan to visit you and then go to other places. Maybe we can make films together. And for audience,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such a great audience and asking meaningful, engaging questions. And also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Professor Ri, your hard work from putting together the grant application till today. I know how long the process is bringing this event to life and giving us this such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engage a very interesting, meaningful discussion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ard work. And also Yuqing, Yingqiu, Connie, thanks for your hard work behind the scene organizing those events.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Have a wonderful weekend and enjoy the time with your family and make sure to watch all those Laha's films.